直冲民宅，警方获报四龙店家曾有职业赌场，直接上门来。班长，班长，班长来哦，龙仔来哦，回来！听到大批远警围堵，赌客四处乱窜，现场传出阵阵尖叫声，还试图湮灭证据。大把钞票直接扔进透色袋里，警方接着搜出毒品吸食器，见大势已经逃也逃不掉，赌客只好低头任由警方处置。事后发现，房东出租的三四楼加盖竟然都被当成赌场使用。警方接到线报，在3月8号破门带走19名赌客，赌金高达53万。昨下伊是讲，迄人咧袂平，伊讲要藏一寡物件屁股啦。啊，本来是出现物件资料来去小偷钱，啊，我嘛唔知，嘛唔知影讲讲会进行在关关门，对，佮会知影我哪可能遐大公安，讲伊就趁伊就到时要时啊来物件安尼。强力执行安居三戒，新北市政府经过一个月的勘查，直接拆除四楼顶家，就怕影响到其他住户安全。副市长还特地到场关心。三四楼作为一个赌场的一个使用，然后本身又是一个违章建筑，我们今天来执行拆除的一个任务。要达到安居有感，市府硬起来拆违建，就是要破除犯罪据点，给市民安全的居住环境。解徐鹏、宋湘玲，新北市报道。